成哥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吃饭？赶紧送我回去吧，我今天一定要等到季如星。哎呀，你没听人说过那句话吗？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事儿是一顿美食解决不了的。服务员，先生您好，我订的餐给上了，请问几位？三位。好的，请稍等。三位？谁啊？我一个朋友。 季如星，啊，成哥，你到底认不认识季如星啊？你是骗我的吧？哎呀，等会你见到不就知道了吗？我能不能见到，这种东西得看你造化了。你造化什么呀？造化！我这都等了3个多小时。 我之前就听别人说，明星脾气越大，脾气越大。没想到我们季如星也是这样。等一下，等他来了，我就当面告诉他，我要脱粉。你说的啊，等会儿他来了，如果你不当他面脱粉，怎么办？我是狗。 你说你小子一见面就给我出难题，哎呀，你说你小子一见面就给我出难题。你和老何是朋友对吧？看在他的面子上，版权的事情我就不追究了。但我有一个条件。 如果再帮我加2份肉的话，哥我全送你们。服务员，再来10个肉。哎，给他是不是季如星？他哪儿了？啊，季如星！天哪，叶璇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怎么连他这么难搞定的人你都能搞得定啊？这次呀，还是多亏了成哥呢。 不过你知道吗？季如星啊，根本不像我们平时感觉他很高冷。私下根本不是这样的。真假的还是什么样的？他刚见面就给我跳了一支他最拿手的舞蹈。他还跳舞了？我也没想到。那你们加了微信没？微信啊，我没加，因为我觉得可能会影响到他，对他不好。你是不是傻呀？太帅了吧！还有一张。成哥。 成哥，什么时候能不能带我也见见季如星啊？嗯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成哥，我真的好喜欢他，你一定要给我这个机会，好吗？好好好。早饭你觉得怎么样啊？不是在聊季如星吗？还有功夫管我吃什么呀？你看你这话说的，季如星再帅，哪有我们成哥吃早饭重要啊？对不对？就是，成哥，早饭一定要多吃点，多吃点，多吃点。 哎，徐总怎么还没来啊？齐教程的人说今天要把合同送过来，他估计一会儿就来了吧。哎，你们有没有感觉，老徐跟李首席最近奇奇怪怪？两口子嘛，有什么奇怪的？嗯，不是，总觉得他们俩有什么事儿在瞒着咱。 对不对，领导？吃你的脑袋，吃完干活。因为这次版权的问题，让奥可在业内的声誉受到了影响。泽南，你知道吗？有多少眼睛在盯着咱们？一个大公司犯这样的错误，是致命的。 周总，这次是我的疏忽，算了，版权的事儿我知道你没少处理，本来就是我的纰漏，应该做的。
你做事情我放心，但是有件事儿我得提醒你一下，如果合作公司能力有限，我们就没有必要花精力继续跟下去了，该退的时候全身而退，免得老人画饼，你说呢？我明白。南哥，周总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，你去把智雅轩视频号近期的流量整合一份给我。哦，好的，南哥。怎么回事？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教大家如何用我们的冬瓜和豆可奶茶做一杯美味的冬瓜茶。我们需要把冬瓜，谢谢助手小何，切成像这样的冬瓜碎，大家看一下，然后呢，把它充分的搅拌。充分的搅拌均匀之后呢，就可以加水了。加水。小何，来。这个时候呢，怎么回事啊？胡雅妮呢？说是有业务需求，出差几天，所以说找叶选来带的班。他们把观众当傻子吗？之前流量稳步上升，是因为视频的主角是胡雅妮。现在坏人了，谁爱看啊？热度下来了，连评论都是一片骂声。那怎么办啊？现在怎么办？赶紧叫停啊！是。喂，人呢？去哪儿了？哟，李大总监，什么时候又开始关心我了？我关心的是智雅轩推广视频怎么换成了叶璇。我是甲方，我高兴用谁就用谁。兴许明儿我不高兴了，还让你去拍了呢。现在智雅轩的流量掉得很快，这是你们要解决的事儿。好了，我不说了，我要出发了。你去哪儿？保密。喂。天宇，下午的策略会取消掉，我要出去一趟。你呢？嗯？你这肉啥味儿的？好吃不？还行啊。啊，那我尝一块啊。你爱不行，吃你的菠菜打菜去。不行，我现在菠菜太咸了，你给我尝一个。不行，找你的异地恋女朋友去。哎，别吃我的。不吃。李总监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叶璇呢？啊，他在二楼，您从这边楼上去就能看到。哎，我先来，你把肉还给我。我就剩两块，你还有那么多呢？你给我吐出来。嗯，吃完了。那晚上你请客。行不行？你耍无赖。成哥，你这里就应该放这个。还行还行还行，挺好的。哎，李总监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们马上要拍了，你过来要不帮我们参谋参谋？视频不用录了。为什么？你没看评论吗？我看了，我知道我演的不好。机制不好呀，数据下滑多少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那总不能雅妮姐不在，我们就暂停运转吧。你们这样做只会毁了智雅轩，至于吗？那网上那些键盘侠的话你也信？
我就觉得叶璇做的比胡亚妮好。你以为那些网友都是傻子吗？李桑南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觉得我什么意思？我觉得你就是进来在这放指指点点，你到底希望我们做什么？视频不用录了，听不懂吗？听懂了。李泽南，你是甲方，你说了算。没事，成哥，咱们不录了，没事。你要去哪儿？接下来怎么办？你想好了吗？还没有。还没有？那不应该在这里跟我把方案聊清楚吗？我现在没有想法。叶璇，你是项目负责人，一句没有想法就完了。那你要我怎么样啊，李泽南？李泽南，不是只有你在认真工作，我知道，因为我视频流量下滑了。对不起，我不是你，我没有你的高智商，没有你随机应变、得心应手的能力。你现在满意了吧？可以让我走了吧？你真的过分了。你知道他为了郑亚轩的运营每天熬夜到几点吗？你还是他的邻居呢，你这些你什么都不知道。你才是最该负责的那个人。叶璇呢？他走了。啊，对，刚出去，跟何玉成一起。谢谢。你刚刚说话怎么阴阳怪气的？尤其是那句成哥的名字。我以为咱俩有默契，对你太失望。自己想吧。李泽南，不是只有你在认真工作。我知道，因为我视频流量下滑了，我没有你的高智商，没有你随机应变、得心应手的能力。你现在满意了吧？可以让我走了吧？您好，您的牛排。谢谢。请慢用。成哥，你什么时候点的牛排啊？这家店很贵的，我刚看这个苏打水80。我请客，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你不得好好宰我一下？谢谢成哥。怎么不吃啊？看什么呢？你看，这个李泽南真的是啊，催催催就知道催，连饭都不让人吃，简直是个魔鬼。其实他还好啦。你呀，就是给李泽南给逼疯了。生活是生活，工作是工作，你不把饭吃饱，你怎么有力气想方案？我到底该回什么？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了。如果我不回甲方信息，是不是更罪加一等？想不出来的话，那就先别回啊。吃完饭我带你骑车去兜兜风，放松一下心情。我不去了，我还得回去写方案呢。骑车放松一下，说不定你就能想出来了。想去哪儿？
真不去了。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李泽南这件事情。我觉得他说的挺对的，雅妮姐这么信任我，把视频号交给我，我不能让她失望。你也说的对，先吃饱才有力气干活。快吃。李泽南，下午的事情确实是我在工作中太不成熟了，真的很对不起。能不能看在公司合作的面子上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？你等一下再批评我，我想先缓一下。好了，你开始吧。下午的事情，我也有不对的地方。你是在跟我道歉吧？我在你心里就这么可怕吗？毕竟你是我的甲方。我们之间只是甲方和乙方的关系啊。进来坐会儿吧，我们聊个方案。想喝点什么？你这儿有啤酒吗？你打算一边喝酒一边聊工作啊？我想麻痹自己。我找找。最后两罐。谢谢。余晨没有请你吃晚饭吗？你怎么知道我跟陈哥在一块儿？消息也不回，还用猜啊？我是真的不知道该回什么了，实在想不出合适的方案。想吃什么？你这儿有泡面吗？我从来不囤垃圾食品。但是有时候垃圾食品真的会让人快乐。谬论。去翻翻吧。要不要试一下我们四川的鸡丝凉面？可以啊。面做好了，来吃吧，尝尝我的手艺。啊，谢谢。你为什么喜欢画漫画？小的时候，父母在外打工，
自己一个人经常被关在家里，没有电视机，也没有玩具，就只有纸和笔，我就开始给自己画各种各样的小人，慢慢慢慢的，就成了给自己一个人看的漫画。后来呢？后来就上了大学，大学毕业，来到上海，没钱，就开始给杂志社投稿，赚取稿费。渐渐的就养成习惯了。新的一期拍摄，我要作为甲方全程在。算你狠。叶大设计师，今天周总对视频很不满意，如果新视频再没有起色，就计划撤出项目了。我们南哥嘴硬心软，压力都自己扛，一定没有告诉你真相，希望你多多体谅，赶紧给他回个信息吧。南哥，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。哥，你就帮我抱了。不行。我求求你了。不行，这一片南锣才800块钱，很划算的。真不行，干不了。过天磊，男人怎么能说不行呢？才800块，又不是8000块。我说你和咱徐总是不是拜把子交情？你说，哎，这怎么能是抠呢？这是节俭啊，节俭是一种美德。还有，你不要帮着小叶说话。你上个月给我的票据格式有问题。莫哥，要不你就给他给小哥，你那镜头加速不想报了。小燕，你们的这个预算已经超过我的承受极限了。我作为制片来讲，我也很为难啊。自己再想想办法，动动脑筋。哎，我赶紧接一杯水，一会儿再出来。来吧，你呀，嘴是真壮。坐。上等的大红袍让你赶上了。周总，嗯，我来是想跟你商量个事情。是要说赵雅轩的事吧？来，我是这么想的，要不要再找一组人来接这个案子？周总，我们这次和郑雅轩还有巴巴艾德的合作视频号虽然看起来很小，但其实算是一次跨界试水。我希望您可以再给我多点时间，我一定可以处理好后续热度问题。一个是你前女友，一个是张博文口中的绯闻对象，你真考虑好了？我考虑好了。好，这喝茶呀讲究一杯一茶，郑雅轩这壶好茶，还真就得拿你这只杯来装，才对味儿。尝尝。谢谢周总。李总监，你吓死我了！我看你啊，现在是满脑子都只有李泽南了吧？还不是因为他每天一遍遍的叫我修改方案。我看你啊，是被他 PUA 了吧？
那倒不至于。其实我觉得李泽南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人情味儿。仔细想想啊，其实他对你确实挺特殊的，但是这种特殊中呢，多了一丝残忍。哎，等等，他不会是真的喜欢你吧？怎么可能？哎，他要喜欢我的话，巴巴艾德和奥克早就形成战略合作伙伴了。说的也是。那你喜欢他吗？我怎么可能喜欢他呀？我跟他这种人多待一秒，我都觉得致命。说的也是。你好，给我拿杯美式。我们怎么这么倒霉呀？吃饭还能遇上甲方爸爸，快走快走。叶璇。李总监好。李总监好。那要不你俩先聊。李总监辛苦了。方案做的怎么样了？你为什么会在这边啊？监工，看看拍摄进度。那个早上我给你发过信息了，就是我的方案吧，我就是那么一点点小小的想法，我还没有就是特别全面的。我已经有想法了。我的咖啡好了吗？什么？不来了？我们这所有人都等着你呢，你怎么说不来就不来了？你太过分了！哎呀，我有事儿去不了了，挂了吧。不是什么？哎，小叶，小叶，怎么了？怎么回事啊？这男演员他突然不来了。哎，别急，别急。小叶，你先想一下，现在还有没有替代的男演员？我上哪儿找男演员去啊，磊哥？李诞，你有没有认识的？我现在这一时半会儿也叫不来啊。别慌，我来吧。李泽南，这样不行吧？为什么不行的呀？我刚好会做东坡肉啊。行，辛苦您了啊，李总监。只是我们这次预算确实有限，可能有点付不起您。我又不是为钱来的，服务好郑亚轩本来就是我的职责呀。况且，我总不能看你们开天窗吧？李总监，您真是这伟大啊！那咱们就……快等一下。李泽南，我是真的担心你这样做会给你惹来不必要的麻烦。有什么麻烦的呀？就算有麻烦，也不怕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郑亚轩美食视频。我是今天的客串主厨李泽南。在给大家带来今天的东坡肉之前，我想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。在我上大学那会儿，很穷，于是我就去了一家广告公司兼职。有一天，我被甲方推稿了，我就很郁闷的进了一家小餐厅。有一个服务员上错了一盘东坡肉到我桌上，我不小心夹了一块，那个味道我到现在都想得起来。后来我学会的第一道菜就是东坡肉，不过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做给别人吃过，因为我想做给我最关心的人吃。好了，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。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食材。都熟了吧？吃啊。吃吧。感谢李总监百忙之中还来帮我们拍摄宣传视频，还请我们吃火锅。我提议我们一起提一杯吧。好，谢谢李总监。谢谢李总监，客气。再说吧。
我突然想起来，我们公司还有一个隐藏的锅。哎，你妈不是寄来那个特别好吃的麻辣火锅的底料吗？对，咱们拿出来吧。我先去拿锅。啊，我去拿底料。我去拿桌子。我去插线板。哇，这个也太香了。它是不是差不多了？快了，马上开锅了，还差3秒。3、2、1，开！去！哎，我的笋啊，对，笋在这儿，快尝尝。那不吧，靠草。我看这个不错，这个是最棒的味道。快尝尝。哦，太好吃了吧！叶璇，你手艺真好。这太好吃，这才是火锅吗？真好吃。就是要热热闹闹一起吃才对吗？对吧？笑死人了，什么好吃的？要糊了，要糊了！谁给你吃？谁给你吃？有点烫。哎，不过味道还行。哎，你那儿有蒜？李总监，尝尝。反正那天麻辣猪脑你不也吃了吗？你们挺爱吃的，好吃吧？算我穷了，也没破群。怎么样？喝我的。怎么一点进步都没有啊？那天晚上吃麻辣猪脑，不吃的挺香的嘛。那什么？你们俩是不是在背着我们谈恋爱呀？不要，问太私密了哦。李娜，我们两个怎么可能呢？不要乱开甲方玩笑。对不起啊。我不让你吃了，你接着吃你的啊。来，我们也继续。哎呀，要是有点米饭就好了。我想吃面条。陈哥，你也吃啊。丢三落四，快点啊！知道啦，我就拿个饭盒，很快的，等我啊。人家牙掉了，不是，我刚刚看到灯也闪了一下。没人呀，你就是太紧张了，别想了，回家吧。走了。